上要多念什么经啊，卢台长？心经。多念心经。嗯。啊，那生意不好了。生意不好，念准提神咒。感情不好，念大吉祥天女神咒。想不通，念心经。嗯，觉得身体发冷，身体不好，念大悲咒。觉得最近事情很不顺利，念消灾吉祥神咒。听得懂吗？